Vai lá, bebé.嘿嘿，不要攻击我的脚架。你手手可以放在我脚上，但是你不要推它，不要推脚架，好不好？你可以放在我的脚上，你不能放在脚架的脚上，好吗，宝贝？嗯。其他人都在吵架，有点可怜。绕口令你。怎么了？真的很爱我的指甲，你也觉得很好看。炭吉有好一点吗？炭吉有好一点了，但是其实也就那样子。他感觉不能好到哪里去。凡嘟嘟大师，是不是你呀，天津？音乐声线，我的另外两张分别出现在七七马友宝里。天哪，这是什么命运啊？潘杜杜大师，超可爱头衔。探吉又来了，对啊，晚安晚安，大家晚安。还没吃，今天还没吃。恭喜你，玉人！谢谢 Ting， 嗨哟！汉杰 AK 雪糕人 AK 翻嘟嘟大师，没错 ，AK 最可爱小公主。宝贝，过来，坐下，吃可颂，吃可颂，跟可颂打架，快点，跟可颂打架，这里可颂，跟可颂打架，还没吃晚餐，跟妈妈一样多，我哪有什么头衔？我哪有头衔？真的要吃什么？我可能出门吃饭吧。
还在考虑啦，搞不好我等一下下播我就想睡觉，然后就先睡觉了。一切都是那么的捉摸不定。又给我跑走。越来越不懂了。感觉撑不到暑假，什么意思？你说探集吗？不会，应该在十……下集啊，三月中，不会很久啦，不会很久，几个月而已，可以得探集。赵正比较没那么痴心的粉丝，就是好一点啊，但是就是也没有好到哪里去。这几天有恢复以往那个可爱的小公主叫声了，那就是可能几声而已，这样。因为现在就已经没有那么那个啦，现在的叫声已经没有那么夸张了，强烈怀疑他是在。一直就是一直跑过去那边叫，然后叫我陪他玩，怀疑哦，我很怀疑哦，哈，这是不是个幌子呢？没有了。有碰过其他猫吗？他只有碰过去看医生的时候遇到的猫，就这样而已。妈妈，宝贝，没有啦，我乱讲的啦。跑过来啦，兔
展交友圈，先不要吧。Okay, 现在这个是发情的叫声，我听出来了。起来，你压住他了。跟干妈们的猫。今天的天被汉姐看到，那阿强今天这样好不好？汉姐 FB 的 FB 朋友数搞不好比我还多，搞不好哦。我今天开一小对，没错，我扣底，我今天开一小时，我今天到七点半。猫叫声专家，不敢不敢。短短布布超可爱的啊，他们真的很可爱，真的。怎么有那么可爱的猫咪？我家炭吉是最可爱的啦。有时流浪猫狗能叫怎么喉咙都不会坏掉，他们就是能叫那么久。你也比较喜欢探姐的，探姐是想跟布布短短交朋友是吗？探姐真的长得很可爱啊，嗯，中影，画完了，今天就这样吧。刚刚在捷运上网路大塞车，网路塞车啊，无解、啊。你就先放下你的手机，哦，你就想看直播是不是？你可以到人少的地方看。你感觉有很有可能吸引我住？你说它的叫声吗？宝贝，宝贝过来，咻，咻，真可爱！谢谢思源。探姐的食欲跟排什么排泄是还好，但是食欲真的比较差，食欲比较差。但其实
排那些就会比较少啦，但就是合理范围内，也不是到真的都不吃，就是可能吃比较少。晚安。嗨，欣欣。不过他还是一样的爱喝水，好神奇，一样的爱喝水。我的睡眠的部分吗？非常的不好哦。晚安喂，晚安阿强，谢谢柠檬，谢谢玉。嗨喽，谢谢君，过来。浪梦没成，总是你不够努力，没有关系。浪梦成真，下礼拜一，3月14号。越玩越不好睡，对啊。我现在晚上只要听到他叫，我就要起来拿起这根逗猫棒，然后就开始玩弄他，开始逗我家猫咪。然后我就玩完之后就自己睡着，然后开始叫，然后我就又惊醒，然后又开始玩猫咪，然后又玩到睡着，无限循环，累死了。背三百玉有点太后面了吧，只能看直播了，期待期待 Pody。 谢谢伟，那天浪梦该来白胜前了吧，在白胜像小朋友一样，对啊，虽然我这是在睡前，比如说我在可能早上在吃饭的时候，或在睡前都有陪他玩，但是他早上可能12点开始睡，然后睡到3点，然后我又要醒来了，又要醒来陪他玩了。3月14号减满月，没错。你喜欢我，嗨库玛库玛，你背一百四可以不要处理你吗？背一百四也是蛮后面。逗猫逗到睡着，好像有点幸福。但是，哎呦，你这个反骨度大师呀，那么可爱呀，四脚朝天的，3个会员制，3个都300，这个吗？你的口哨，宝贝，你的口哨在这边，口哨，啊嘛嘛嘛，这是你的枕头哦，你躺它干嘛？你不要动，你不要动，妈咪帮你拍照，你不要动，躺好躺好，躺在他上面，躺着躺着，躺着躺着，真的跟养小 baby 一样，对啊，直播跟上，记得看直播。还要玩吗？妈咪陪你玩。嗨，瑞瑞。嗨，坤坤。有在翻肚子，真的很爱翻肚子。探吉叫声回复了，半回复。有一只小蜜蜂有抽到正取，不知道是谁。是谁嘞？晚安，米酒。别人都在发特务，我就发猫。明天应该会发特务啦。欸，我没有说很满哦，我说明天应该会发。我没有说很满哦。半夜逗到睡着还不够，现在还要逗。当然啦，它是一只无限电力的猫。
嗨，欢迎战士。应该可能或许有机会，笑死雨，应该发大概是35%，怎么算出来的？你说说，什么英国研究吗？瑞瑞，应该的几率你应该不太看好。熊妹就发特务加橘猫啊，我刚好就没有特务加橘猫哦。不然就还是先买个猫猫的费洛蒙试试吧。你好嗨呀你！你好嗨呀你！发生什么事了？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好痛，好痛！走开啦，这边啦！谢樱桃猫，特务家黑猫猫。可惜那天探景没有去，对不对？你没有去，可惜你没有去。G Hello I G 刚刚 PO 的那两只猫，感谢 Shy， 其实那是中午 PO 的哦。超强十分钟，续战10小时上量，没错。猫咪就是如此的可怕，小猫咪就是如此的可怕。不给大家吃，你虐的猫啊你！就是你一个猴抓到。谢谢樱桃猫。英国研究的准确率还没有我说的低吧？英国的准确率比我高吧？情窦初开的探景，没错，哎靠！带过去会爆冲，绝对会，他绝对会，我觉得他会打架，他会在那开始破坏那个 K 哥的摄影棚。我要买几年的神仙，我才可以陪 K 哥啊！阿姐还没厘清虐猫的嫌疑，啊，这不是我啊，就是比我还高的意思。好哦，我懂你的意思，我懂了，谢谢，谢谢 Cody。站起来了，探奇站高高，可能要卖到32岁才能办，人生真难。你感觉探奇应该在家条外出一条虫，等他外出适应了，搞不好就是外出一条龙。第二张三根也太凶了，哈哈哈哈，真开心。阿姐有打算跟阿青组成情人节，毕竟那时候刚变成马尔的。我这个人是没有打算组 CP 的，哈哈哈哈哈。不然探吉生写真可能比较赚。探吉，你愿意为了妈咪赚钱吗？不要！不要！不要！你是说不要吗？你是说猫咪是不是？你走开啦！讨厌！怎样说没有？但我们Limi明明很乱。完全不干我的事啊！探吉一出外，可能一整个压起来，不知道哎、欸，他也是没有外出过。他外出，顶多就是装在那个啊，外出袋里，外出笼里，然后去看医生啊，就这样而已，没有很外出的外出。你的猫抓板不是这个啦，嗯，在地板上，
到五买一包，恭喜恭喜！探井，你卖出一包了。微外出，对对对，微外出，没错没错。李米乱，我吃瓜，没错，阿凯。李米之乱沸沸扬扬，我就是那个吃瓜的，拿着爆米花，不干我的事。哎哎，干嘛吓到我了？你打算跟我组 CP 也尴尬，尴尬喽！我吃可颂。哇，你飞好高啊你！你真的太厉害啦！我是主持人，负责分析战情，是不是？有这种事，我就看着三位相爱相杀，没错啊。阿晴对我很有意思，哪里看出来了？不要误会人家，不要自作多情，不要一厢情愿。你的关系真的快看不懂。今天开到七点半。肉麻最近有点太肉麻了，但肉麻我觉得这个名字超棒的，就是肉麻，就是肉麻。多多讲话抢镜头，我太佛了，我天哪！对于三人组，阿杰是在哪一股？天哪，我准备咬吗？好痒哦，我的大腿太大包了吧？这什么啊？谢瑞瑞，谢谢谢谢伯承。在哪一股？你说他们三个，我站在谁那哦？我吃瓜，我给我选择站在上帝。叶伯承，很久没浪梦，对啊，我是麻瓜。我是麻瓜，没错。好痒哦！我说上帝，我说上帝，我说上帝啦！上帝视角的上帝 ，OK， 不是，不是，不是小迪 ，Hello。大家都听了小迪，我的错，对不起，是我的错，是我的问题，一切都是我的错，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阿姐爆料，原来。有没有小弟跟阿九不能抗人秘密？没有，你们不要想太多。应该是小弟太可爱了。小弟的确很可爱。你要玩可颂吗，宝贝？咻！哇哇哇！他滑嘞，他又滑嘞。嗨，桑尼。是不是被咬两个包啊？真的。是我的人，非常棒，非常好，非常
非常的妥当。你好可爱哟。摸你，晚点现在看得到吗？看不到。汉吉表示在争什么最可爱？对啊，汉吉最可爱，真是的。汉吉，你再拍一次好不好？你怎么那么 Q 啊？妈咪跟着给妈咪拍一次。最可爱的。Hello， 嗨嗨嗨！哎呀，呜耶，你们那么可爱！大家下去有把力车用，哈哈哈，还很够好不好？我现在才用一半吧。小一晚安。但吉知道他名字吗？可能还不知道，因为我太常叫他宝贝了，太常说他可爱了。炭吉，你叫炭吉，炭吉知不知道？谢侯颖，永远都在晕，没错。我看一下我现在用储存空间用多少。高冷女神什么？你被炭吉集成？对呀，那么可爱的猫，谁都会呈现在他的可爱里。你也忘记我的名字了，宝，宝，你忘了我的名，还敢叫我宝？我看看哦，我还没有用一半。那你会不会以为自己名字叫不行？我哪有那么常跟他讲不行啊 ？Tangi， 叫他 Tangi 有回应过吗？是有啦，可是我觉得那是巧合听。谁那么可爱？真的有，我哪有啊？我明明很想说，是谁那么可爱？是谁那么可爱？嗯，姐宝贝，啊，潘姐宝贝，谁那么可爱？嗯。还没用完就要换新机了吧？不知道哎、欸，可是我现在是没有想换、欸、的感觉，对吧？他会以为自己叫我为什么？什么意思？谢瑞瑞，我文法讲对就会回应。你说我喵的猫咪的语言，我文法讲对，他就会回我，是不是？你看，谢谢瑞瑞，晚安的电，你又在翻肚肚了，那么可爱。嗯，舒服是不是？嗯嗯。
系。每月90元，东西太多了。谁那么可爱呀？啊，宝贝，嗨，行，嗨，风亮，请先用 Google 相簿，笑死，都撞我的照片是吗？检查啊，握小肖，拍小肖，拍小肖，跟我道个歉，啥？谢玉然，好可爱呀你！你的肉球那么粉粉，谢一凡，阿姐应该有10G都是探姐的影片照片吧？最近一直滑，真的发现她的照片真的好多。谢玉然。粉红小少女，你怎么那么可爱啊？超级可爱，哈！投降，投降！我不听，我不看，我不吃，好可爱。你说你快倒了，没办法看我直播，你想睡觉是不是？睡啊！谢谢可豪，投降什么心梗？就是他手手这样子就很可爱啊！投降，快点，我投降，投降，超可爱。晚安，星星。在练 Hello 真的，宝贝，快点来表演投降，快点，快来！小心小心！我投降！哎呀，飞机了！脚朝天那张真的超，他什么都好可爱，好不好？瑞瑞瑞，谢谢地瓜的摇起来，嘿，跑走了。你要躺哪里啦？
什么姿势啊？真的会翻肚子。那想买 CDG 的什么？翻肚肚大师可是名不虚传。这里烂，抓住了这里。黑色的买起来啊，多好搭！谢谢玉然，看一下有没有。谢谢 Cody。真的想出去吃什么？不知道哎、欸。谢高迪，谢玉人。哎、欸，今天礼拜五哎、欸，明天礼拜六，明天礼拜六放假、欸、大家。但你跟 Dark Lord 灰白在犹豫，你就。是我就会买 CDG， 终于放假了，你终于放假、啊，听，我是有放吗？我算有放吗？不知道，说放也是放，说不放也是没有放。想玩是不是？你这礼拜只有今天放假，然后一大早还要带奶奶去看医生，辛苦为你。你今天是没班没课哦。恋母事件，最近是不是常跟果果约出去吃东西？其实前阵子就很常啦、啊。对啊，去年就有就开始就有啦。啊 ，Yep， 没事啊，你今天早上去带奶奶去看医生，你还有下午晚上可以混啊，可以睡觉啊，没事啦，没事啦，小姨。看特务生写怎么感觉狗狗越来越高的感觉，他应该没有在讲了吧？碳基肉球好粉，哦对啊，他前天来我家，嗨嗨嗨，草莓酱，装逼有 K， 哦对啊，他有去 K 人 C 有去，啊可是他就是。他没有表演，他就是算是去看表演，只是他最后被 Q 上台。谢静，嗨黄鱼，下午跑去喝咖啡吃提拉米苏，爽哦，小姨，我在上课。谢静，变色 pack 维合体。维和体啦，
也才两个人而已。哎，小明，过来过来。果果还在成长期，他在大学嘞，他还会讲吗？女生哎，大学还会讲吗？哎，这里啦，喂，你的肚子也在成长期，有点好笑，小鱼。永无止境的成长。海豚县长看过《橘竹尾谁》？我也没有看过。我跟你们一样，我跟你一样，不是跟你们，我跟你一样。有望百八是不是？哎，有望哎。可是他会讲吗？不会讲了吧，小明？你是觉得他国小就没你高？女生国小又没有很高哦，女生国小就蛮高了。我有看线上的啊，我就没有看现场啊，现场的、啊。现在 fake 就没复习到了吧？是没有复习，但是他们的歌是蛮常在听的啦。生血包数也一直在成长期，没错，我的也一直在成长期。谢谢羊圈里的鹿，是说他国小比我现在高，我知道啊，我知道啊。三月女会局主出参展 ，OK， 我之前不是说没听，然后我有听啦，然后我就听啦。我们不是有次直播讲到 Pentapink， 然后我，然后讲到之后，我下播就去听啦。就是好像是说我知道那团，可是我没有特别去听他们的歌，是吗？就是我知道他们组的那个团体，是这样吗？那纸笔又用我的大纸刀，就写个 January。我还有写别的啊。春雪人可以叫吗？吹哦，吹哦。等我发业配神写文，嗯，线下将是不是万江城？我真的我忘记了，一月的。明天应该会发，没错。谢谢瑞瑞。咻咻咻咻，我的咳嗽，直升机。70%几率是下周才发，50%几率周末发。今天几号？到20号，对不对？今天几号？今天11号。汉吉，你过来，跟大家说拜拜，跟大家说妈咪要念榜了。嗯嗯。
想要捉摸水瓶座是不可能的。开赌盘，笑死。我周末会发，周末会发一篇，好不好？你要带我的扇子出门了？什么？带我的扇子？嗯哼，嗯哼，我爱你们。这个周末吗？笑死！咦，下一个周末。发一篇结果是完全不相干的文，我就发一篇相干但不是业配，怎么样？好啊，念排名了，大家。新曲我会选第一句，对啊，可怜哦，什么呢？比较乖，没错。谢谢今天的第十名瑞瑞，谢瑞瑞。我的左手被压着，没办法拍手。今天的第九名喂，谢谢喂。第八名是听，谢谢听。第七名是庄莹，谢谢庄莹。第六名是博晨，谢谢博晨。什么啦，宝贝？第五名是一凡，谢谢一凡。第四名是静，谢谢静。第三名是樱桃猫，谢谢樱桃猫。第二名是地瓜，谢谢地瓜。第一名是 Cody。草莓酱，哦哦哦哦，我看到了，草莓酱，我看到了，那个极速浪漫旅，我看到了。
阿姐刚刚叹息急速的安慰啊，急速浪漫，好可爱呀、啊！好嘞，那我们草莓酱你在吗？草莓酱在，草莓酱。谢谢樱桃猫，车车是给炭吉的，然后呢？炭吉，炭吉说，还要一台，不，我要五台。我的不是冰淇猫哦。它算是，它不算冰室猫，因为它的脸，它的鼻子只有白一边而已，它没有整个鼻子是白色的。看起来飞尾，那它草莓酱，你的飞吻你要探级的是不是？探级很会探级耶。最棒哟、哦！长那么可爱，你手手交叉，你在害羞、哦，什么意思？怎么就这个手手？他说谢谢，现在是谢谢的意思吗？好淑女哦！你真可爱。手手交叉了，自己的罐罐自己转，没错。看老大的 family， 谢谢瑞瑞，不要玩我的头发啦！嗷！好痛！没关系，太急了，我们上工，太急上工，来上工。舒服，我给你抱抱你吧。谢谢，谢谢今天的第一名，草莓酱。也真是，草莓酱，听个，听个。你看前面，看前面，看前面。尽力了。哎，人家送你一台车，你怎么这样子啊？你说你要五台是不是？好啦，下次帮你争取。下次帮你争取哈。辛苦了，辛苦了。炭吉太贵，炭吉那么可爱，拜托，拜托什么这样？炭吉要五台，炭吉要五台，不是五十，不是五台，是五十台，那有点太夸张了。期待下周末，下周末，我周末会发的。完蛋，说太满，一个不小心。谢谢大家今天陪我直播，陪我聊天，看我直播。炭吉，你要香槟塔是不是？你要香槟塔还是要不？其实你要会飞天空的。谢谢大家，今天辛苦啦，辛苦啦，大家。
我明天不会去新竹哦，没有我。辛苦啦，辛苦啦，奶奶奶奶。自己说，奶奶。我不吃。奶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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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萝莉奶奶小易奶奶静奶奶柠檬奶奶庄莹奶奶玄明奶奶庆奶奶阿翔奶奶伯辰奶奶原来奶奶俊莹奶奶 Cody 奶奶玉奶奶玉人奶奶小明奶奶幻真士奶奶草莓酱。奶奶瑞瑞，奶奶阿凯，奶奶古早味，奶奶阿赖，奶奶樱桃猫，奶奶 Echo， 奶奶奶奶静，奶奶奶奶，大家拜拜。